哇，我可以叫坨坨阿伯嘞，你叫一次试试看。不要以为你加会员，我就不敢动你。一般582困难546不到十次300火，不到十次九次，跟我差不多啊。我有氪，我氪的也不小，那好像差不多啦。有更新，欸、这次好像没有头贴，应该是没有。没角色没头像就火，对，这次没有角色没有头像。我哥43我都叫他阿贝，难怪你哥不认你。妈妈刷钱卖小麻，小麻专卖店。我怎么觉得越来越怪？应该都可以水片了。我觉得这一次的东西，我觉得都觉得挺好水的。那我们到时候再来水一波。还真乱。哇，你是用卖角色的方式，还是你这么赌这么猛？困难要单刷通关有保底角色吗？单刷通关你要劝欸。单刷通关啊，就蓝丝啊。你确定吗？啊，除非你金库够高啊，你金库够高，就是伤害够高、啊。伤害够高的话，火箭珠、球棒、青蛙那种打怪特别痛的。现在更新了啦，不知道龙那些有没有机会就对了。然后我觉得他两倍数好像有加工，有吗？等一下来看一下，12分钟嘛。阿贝超大声，谢你的阿贝，拜你的阿贝黑客。感谢我们黑客的阿贝，就是在等你。可是活动超烂还不给加速，对啊，可能是在测试吧。我觉得他应该算是一个 beta， 还不错啊那个活动。雄青啊，大腿又想水，拜托，都当这个职业了，有什么好不水的，对不对？水有水片，水片才能活下去。运单刷你运气够好，一只青蛙很香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我试了什么东西？来，我们先叫出一只龙，有没有机会龙让我直接去打？龙六级可以过副本，大概6到7分钟，真的假的？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，神话升级我升到7到8级才可以哦，真的假的？这么硬啊？好，先继续加油。好久没跟直播了，嗨，灰球组，早安，没事，我都在这。哎呀，分出来了、欸，太香了！来，副本交给我吧。来，我们来看看哦，龙先进去打。我们现在这个龙的先看一下。我军伤害龙哦，150，哎、欸，我现在想瞄一下升级，他的1507万多升级下去12万，好好，不管怎么样先进去，好，等一下再说，来继续，哦，我也是六等龙而已哦，我也是六等龙，我们来看看，我们来看看龙的情况，而且我现在龙还没有开大、哦，我的龙还没有终极技能哦。然后是什么活动？来，这一支影片你去看一下。你不是都玩游戏了吗？哎、欸，别输啊！这是尴尬了，尴尬了。好不容易龙，我龙有，还行还行还行。然后是出一个这个，然后我们赶快出一只蓝丝在外面。哎呦，哎，我这只青蛙也忘记进化了。然后是困难球袋9813，有没有人？嗨，趴没了，早上有考虑蛇忍者吗？有考虑，再说啊、然后我们这里有没有机会给我一个蓝剑？先这边上去一下。哎呀，第二只蓝丝好像有一点小不妙，升级一波。然后是 99.999% 都是水，也没那么水啦。我觉得能那么多水，我是水母是不是？愁啥？愁不够水是不是？愁怎么没有水了？水不够多了，然后出了一只蓝丝，对面有一只球棒，好，球棒打外面，基本上没事。我们就来看看这一只，我们这一只龙的伤害到底够不够多？困难球带7555，然后我们的小冷露出了5个胸罩的脸，哎，早安小冷，辛苦小冷，有事去跟你们老板讲啊，在我这边发脾气有什么用？去跟你们老板使脸色啊！少在这边，只敢在这边直播台使脸色。去跟你们，你要跟你们的老板讲啊，对不对？一次不行就大声一点，第二次不行再大声一点，第三次不行就拍桌。你来我这边讲，无惧于事啊，小朋友。嗨，哲哲，我已读不回他了，人家是你老板啊，还是没办法。最近捡到枪，没有，都、啊、就至少知道人家在干嘛，哎、欸，稍微要反驳一下，不然的话齁，看得真的是很于心不忍，你知道吗？总觉得哎，只敢在我这里放火，哎、欸，不敢在老板面前点灯。
欸，我要干嘛？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再叫出一把蓝剑。欸，他的伤害不错高欸，可是打得偏慢啊。以六等龙而言，欸，反正大家注意，欸，这个状况我基本上都给六等龙了，这个伤害都给他了。可是可以打欸，我的强度是升到了神化强化六，然后数值在这里，老实说没有很高，只不过强化我有稍微的刻意一下，所以六等龙算是一个也给你一个小小的目标，你可以打掉，可是你要前提又要孵化起来才可以。对，然后我们一分钟我就直接打掉了，反正我们两边应该是 OK， 不用管。好，打掉了，那我们出来看一下，我们现在的伤害是六十几万多，然后我们这边是180%，可是我的钱有两万多啊，所以你说这个特别香吗？我觉得可能还好。对，我觉得以六等龙而言，打副本的角度，我觉得没有到很香。哎，我觉得没有到很香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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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加攻速，然后是这个，然后是这个，然后有东西吗？目前没有。那我们先叫个蓝剑出来，有没有机会？先大波，哎，有大波，然后有蓝丝，好，两只蓝丝，那我们这边基本上稳了吧？那我这个时候要开始冲我们的龙哦。我顺便看看有没有机会跟对面的那个。对面的那个球棒拼伤害，我们的龙这一波上去伤害是来到30%以上，所以说这卖掉了。哎，我应该先合成，我应该合成才对。算了算了，那我就继续叫动物哦，我把所有的动物加上去哦。那第二只龙给它上去，而且我的龙本身也会加伤害，就给它更高，然后多一只，哎，多一只鸟加30%，哎。那我这样是不是不该生鸟？我不该把鸟弄上去了才对。好，这个等一下哦，这个等一下哦，再一只大波，稍微钉波钉一上，钉一上，钉上去一下。好，然后两只，哎，是我的这个龙的状况有点香哎，现在是180%嘛，然后是130几万。真的假的？哦，130几万，150几万，哦，又157万，160万，240%，哦，然后出一只老虎，166%，他的趴数好像加的不多，真的不是很多。对，166万，跟对面的球棒比起来，248万，我都已经加到这个趴数了。对啊，好像还好。然后有一只硬币，等一下我继续把我这只龙盯上去。我们今天玩龙一下，300%，180万。那我们这里是升一等，也加了什么？它应该是加到我们的机伤上去了，加到我们的机伤上去了，应该是真的有加上去，300%也才这样子而已。而且也不算对面，对面球棒几等？两是六等吗？敢问一下宽，你的球棒是六等吗？五等啊，五等，所以我六等龙还比不过12等球棒。欸，我已经全程在辅助我的龙了，你知道吗？270万，450万，来啊，继续哦，再多一只狼，290万，450万，我继续冲哦。我们这个后面是稳的啦，后面基本上没问题了，只要我这边记得升满就好了。对，记得升满，记得升满，应该没问题。然后我现在有12万元，可是我这边还是用我的钱在盯，对啊，我的钱去跟他盯他的伤害，所以理论上不是那么的准，没有那么的准，没有那么的准。490，340，然后我的龙，看看蓝丝380，哎，完全没得比耶，对啊，他加了300%的伤害，还不如蓝丝1%都没加，而且蓝丝的击伤也是280万呢。虽然说我等级低了一点，但这个300%是假的，对吧？这个300%，我觉得不是那么的香。老实说，再升一波，420万，应该等一下是靠着我的金库喷钱枪的方式把这个伤害给它盯上去，然后我可以再交出一只龙。但是我这边来看一下哦，我两只牺牲掉的话会掉多少经验，掉多少攻击力？我会掉60%攻击力，480万。480万，
哎、欸，根本就没有差很多、啊，对啊，好像，对啊，540万，再一次，544。我觉得他这一招还是奋技，对吧、啊？还是一个垃圾技能。虽然说趴数变高了，650，有追过有追过了，伤害可以吗？目前不知道，只是六等可以打副本，六等是可以摸一下副本，然后就我还没升到十二等呢、啊。那六等有一个地方能用，但是那强度没有想象中那么疯狂。对对对对对，700万、600万有追过对方啊，但我觉得那是我的金库喷溅枪的原因。好，我这边先打一下，有点危险。好，来，然后是700万，继续哦。嗯，秒。822万，多一只狼，多一只狼才多十几万伤害而已，对吧、啊？超低，而且那只狼还帮我加了伤害，然后又多一只龙。我一点不是狼，多这个没有，有帅狼。你确定吗？900万，这个先不用，升级一下。好，1000万。破千万，1070万，升级一下。嗯，你觉得呢？东伟川这张有一次加30%，超多，但实际上好像不多。对对对对对，14，我先卖掉一只，1200万嘛，升级一下，1300万，升级也。是升的很多啦，然后又多一只1300万，对啊，多一只鸟的那30%伤害，我已经加到430%嘞。我现在没有出蓝丝下去打，看一下，没有出蓝丝的情况下，对面那一只多少？对面那一只伤害一哦，它爆掉了。好。这样雇佣好，哎、欸，我今天没有看，忘记看了，我忘记看加倍了，靠北。好，龙六开箱，我觉得有一点东西，到时候我们龙十二再开一次。啊，我是有追过你的球棒，不过这个东西我觉得金库占的比例比较大，跟那个龙480%的。